谁是你宝贝儿？你灯牌都没上一个，你的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把美颜关了。不会拉，这一点都不会。我是貔貅，只进不出的。问的问题真的一个比一个荒谬。对，我是在河南，但现在不在郑州，他是在周边。我们已经出郑州市区了，这边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胡子那儿刮了之后，它堵了吧。新家宝子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，上个灯牌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。你走错教室了，你索性就不上课了呗，这不正好啊。你故意走错的。新家的宝子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，上个灯牌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。晒我后背，怎么会把我晒黑呢？他晒我后背的话，我就是呀呀呀，我看一下。那点巧克力那点白，也可我说那点苦，那也说，嗯。喂，您好。喂，您好。嗯，可以，可以，你换成其他的也行。嗯，其他有啥呀？啊，能给你说那个有那个北美吗？还有百香果和大鱼，这个的话是16块钱能给咱分大的，不大杯的。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好，好好好，嗯，好好好 ，OK OK， 好好好。我天哪，这样也听得着？这收音情况也太好了吧！我天啊，我以后就是太吓人了。这有些万一是什么上不得台面的电话，我接了怎么办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！太不安全了，这些手机。这不一下就是就穿帮了吗？这树立的减肥人设瞬间没了呀。哎呀，立了这么多天了都。无语了，还是做自己吧，别立什么人设了，这肥也没咋减。谢谢优米，
我刚才一直在按啊，你们没发现我这边出汗，我一直这边一直在按按按按按，我都已经按到很小很小呀，我已经我耳朵都感觉有点听不见了，难道我耳背啊？然后就我以为你们肯定也听不见，结果还是听见了。谢谢小米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那鸡蛋我吃了吗？那还说得过去，那高蛋白的吗？听得老清楚了，而且我想这还是户外，有是不是还有飞机的声音？旁边不是还有鸟叫吗？谢谢乘风破浪，谢谢爱吃，我属实看不清你那个表情包是啥。谢谢小柠檬，谢谢三岁，谢谢 Rebecca 哈，你看。蛋黄我肯定没吃完，我吃了五六个蛋黄，我都会那样吃的，就是蛋黄我不会吃完，就算再喜欢我也不会吃完的。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不会的，那个蛋不一样，早上是鸡的，中午是鹌鹑的，你们吃过鸵鸟蛋吗？谢谢弯弯的光之祝福，逗号的海。我这不是逗号刘海吧？糟了，家人们，我手机开始卡顿了。谢谢小米虫的精灵化龙。喝水，立马就去喝水，我先去找水喝，刚好让我手机就是降降温，它已经快不行了，我手机，哎呀，温度已经过热了。哦，里面瞬间凉快了。人这一代谁都不爱。你是聪明的吗？对。你是虫子。我感觉这眼睛今天戴着这么逗呢，我。你又干啥呀？你有水。还好，一楼是有信号的。咱们还有水吗？怎么只有桶装水呢？我看到钱了。桶装水在哪儿啊？桶装水在那个厨房呗。厨房那边，去厨房打。走，一定给你什么健身器材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，用昨天代替。熟了吗？那你了，我操！这哥们儿，我如何才能把这么大一桶的水给它倒到我的一个瓶儿里呢？我这倒不进去呀、啊！这玩意儿充电吗？怎么突然跑了？是吧？我没骗你们吧？真的全场河南话，你要听懂很难的。就是没有按压阀。谁没有按压阀就可麻烦了。哎，老师，咱们有那个塑料杯子吗？啊，有啊，小杯。刚才不是这样。哦。来，这没有线啊？谁说你线没有线？那保热没有吗？你保热拿来吧。早都没有拿过来。我在那个里边就一个。还有。真的也烫，只烫了。没啥好处。你走吧，赶紧的活吧，赶紧的活吧。我看到黄人了啊！我要我黄人。做渔网房的不给，不给。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不中。对，哪中了？你这边。你不种地嘞？把那种地了，谁把农把那路扒了？去。我查。
把能记上俺的爹。这也没电啊。去找工作。你洗没用着？啊，洗没用，超级宽松。还不呢？我去拿车钥匙了，我去把那车钥匙。哦，你顺便这弄一个拿过来吧。买多少钱？我得工地的。买了一张就是。这个是八个点，他那边要说。那我就是这样，你们就在那站着，然后呢假装唱号啊，你们就假装唱号。哦，我就假装唱号。啊，我给你先弄。然后妈妈说这个。好了。太卡了，太卡了，手机感觉要关机了。我觉得我得给它降个温。在外面上买的，外面上有吗？家人们，我先把你们平躺一会儿。我手机要关机哦，它要烫，它没网了，太烫了。为什么会烫呢？因为我刚才在外面坐着晒太阳。哦，那我抱一抱那个。良药苦口，那是挺疼。那哥，你坐上。哦，不用不用。它这个挺冰的，应该一会儿我手机就降温了。刚好散热不太好。哦，打不了游戏是吧？打不了，我好久都没打了。我之前玩金铲铲，然后那个金铲铲，我现在已经跟不上我朋友他们的步伐了。他们都打每个赛季新出，然后就要换那个机制。我已经搞不懂那些东西了，我就不打游戏了。已经搞不懂那些了。好了，降温了，降温了，太好了。这么快就降温？哦，它只要放在那个冰的上面，一会儿就降温了。还是在室内播吧，在室外太那个了。室内播收音又不行，有新剧吗？最近没上新剧啊。室内播我不能跟大家说话。用我们现场收音。没有，没播很久，播了一小会儿。我才想，我那个散热背夹都没拿过来。哦，我前几天我妈才搞笑，我在家里不是充那个散热背夹，它那个是接通电源之后，它就会一直亮灯，然后后面的风扇就会一直转嘛。它是那个灯，它就是常亮的，就是有点像电竞玩的那种灯。然后我妈就一直把我那个散热背夹插着，我说例子把我散热背夹在那插起杆子。他说他要给我的散热，他说他给那个东西充电，他说啷个充了两个多天都充不满呢？那个灯一直亮起，一直都亮了个蓝灯，一直都充不满。我说那个是我的散热器，它不是充电的，你只要插到它那个灯都可以一直亮。把我的散热背夹拿去充电，他说我那个东西啷个一直充不满电。冻的后面都出水了，他也觉得莫名其妙。他说那个东西，别个充电都是充气发热，那个充气发冷。对啊，别人的电池充电嘛，那充了肯定是发热的。他这个充了后面都出水了，就是冷啊。哎呦呦，电话来了，我都不晓得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们听到我的背景音乐。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，用新鲜代替。喂，您好，我在那个我这边在 KTV 的，您是，您到了吗？您到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还听很多
的声音，没有那么哦，好的好的，没事没事。是豆的声音，不是是非的声音，对对对，夜夜和真心，嗯，我要见你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谢谢谢谢。红尘的黑真心，我的黑心。现在你们听不到了吧？我下次接别人电话我都这样，我就唱歌。人家怎么会以为我神经？我说我在 KTV 唱歌。戴耳机，戴耳机太装了，不行。还没上呢，新的，最新的燃冬应该在12左右上吧？你们不知道了吗？不会的，一般推销电话我接了我立马就挂，而且我还会，我如果是就是因为大部分机器人它都是女孩子的声音嘛，然后你会那个普通话就是比较标准的，所以我现在一般遇到就是陌生电话，然后。一个女生，然后她的那个普通话很标准的，我就首先会问她一句，你是机器人吗？如果她不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立马给她挂断。哦，我不想跟机器人交流，机器人有什么好交流的？都是设定好的程序。对啊，就经常问他嘛，你接通那个电话你活着吗？你死的还是活的？你是不是机器人？他如果不回答你这问题立马挂断。不行，手机要卡炸了，要设置。这边可以直播，这边我不敢大声说话。喝的什么？喝的那个，就是喝的番茄叶。眼睛是装饰吗？不是眼睛是长在我脸上的。啊，对啊，爸，轮梯得开始啊，往前多走一步，然后春姐往后撤一点点。啊，可以啊，来往前多走啊，轮梯尽量多走。往左后，春姐往左后。这洗多吗？今天洗不多。你没发现我？你没发现我都在线上开直播了吗？我是早上七点，我是早上七点开工的。我说话听不清楚了吗？有个小女孩，对，有个小女孩。今天收工会很晚吗？今天不确定，因为今天是群戏。等一下吧，我要去把我那台手机拿进来。
好了，再来啊，来从那个春姐中间的这边来啊，来三二一走。春姐是不是要等啊？对，要等挺久的。你们听我说话清楚吧，晚上不洗澡啊。我一般过年的时候洗一次，就其他时候不再洗澡了。然后那个春姐，你再等会儿这个感觉再来一下吧，要不笑着给女儿说，这不笑着，对，阴狠一点感觉。好的啊，马上就。对，我下午的时候拍群戏。你们是不是已经下班了呀？哎，我看一下这个呢。这里来说也得很忙了，忙。喂，你好，到了吗？来，马虎。好的。回你了吗？回了。行。好的。好的。你们是不是有的还没下班啊？再说一句，行吧，谢谢大家的灯牌。新进来的宝子们，左上角可以订个关注，上个灯牌时候也可以进粉丝群。我觉得我在这里直播真的很憋屈，我有一肚子的话和坏水我都释放不出来，我觉得太难受了。家人们，我们晚上再见吧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我又不能大声说话，外面在收声音，我要声音说大了我会被骂死的，我不能把特效关了，晚上我把特效关了直播啊。那你们先美美的睡个午觉吧，晚安宝子们。我这说话太难受了，而且我感觉我脚已经要蹲麻了，我实在是不行了。外面温度又高，手机又发烫，里面又不能说话，太难受了。这个里面啊，我就晚上的时候直播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播着舒服一点，现在上直播太难受了啊，播着太难受了。晚安家人们，晚安家人们，拜拜家人们，祝你们3月8号女神节快乐，爱你们，越来越活越年轻，救命。那我就先下播了哈，拜拜。